了解，再等谁？再等谁？我会等一个帅哥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冰冰。今天要干嘛？我今天要去买相机。是跟这一台一模一样的，拍起来的很帅。就是给你一个光效的镜头。对，是你的 vlog 了，我没有要结账，我以为是你回的。光效新三三创，是不是？买相机，好。三脚架太重了，我说你可以买一个小小的三脚架，这样比较好用。速写最好还是比较方便。我喜欢金叶光。嗯，啊，你买相机的感觉怎么样？钱没有了。没有钱了，你在投资了。我可以养你，但是你要当我的哥哥。当你哥哥啊，我帮你打扫。你好久没来哦，我的家很脏啊，现在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买这一台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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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它这个是1500嘛？啊，反而 OK。我要吃土的。你吃饭好不好？好。要吃什么？吃便当吗 ？OK， 不，我们吃便当。好的。好，你吃什么？无菜单料理。这是什么？哇，一个记忆卡，一个 M50， 个1122镜头，跟一个麦克风，还有一把雨伞。哇，还有一把雨伞哦。Double blood。耶。现在要去吃什么？我们去吃寿司啊。你要去寿司 express 吗？对啊。好的，好的 ，Go。我们每次去约会都会吃素食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很无聊。你不行吃太多肉的东西啊。哎，吃肉你可以吃吗？我可以吃蛋啊，黄瓜啊，豆皮啊。如果大家支持圈娜的 vegetarian diet， 可以在下面留言，我加油。最爱的，但是不能吃。噔噔噔，来比。不会，我爸可以负责哦，我爸可以养你哦，我爸很有钱。你说的。吃饭了吗？好饱哦。上 set up。听到吗？你朋友 OK 吗？好，请给我。这个你买多少？好，各位观众，我们来庆祝，菲菲买了一台相机，耶！等下我不要主持了，是你的 vlog 啊。我们要回家了，明天要准备上班。你还不要？如果大家觉得菲菲不无聊。帮我们按一个赞。请问下一个影片想要看什么主题呢？想要看我们两个吗？想看我一个人而已。应该是看我们两个。请在下面留言哦。是不是？好，大家晚安。怎样？没有记录了，没关系。可以乱讲了，没关系，没有记录，而且我也不会放在 YouTube 吧。你放在 YouTube 的话，没关系，我就告你啊。我告